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您正在收看的是特别节目，人是教的好的。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大家请坐。我们这个网站的名字呀，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好像开通还不到半个月啊。那么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全世界21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多的人都在看。我们想起一句古话：“德不孤，必有邻。”啊，五湖四海，天涯海角，哎，大家的心愿是一致的。啊，为什么呢？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人都喜欢善的东西。他看到好的、善的，哎，他就有感应，就喜欢，哎，心向往之。所以我们无限的感恩古圣先贤所留下来的典籍啊，我们有机会在这个网络上一同来学习。哎，天涯若比邻，很多人现在啊都很关心一个问题，社会的动荡乱象到底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们尊敬的师父上人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症结何在。古圣先贤的典籍摆在这里，圣贤的教导在眼前，在耳边，不能相信，不信呢？师父告诉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也是灾难的根源是什么呢？是怀疑。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心态？哎，这是拜科学科技的发达，哎，它给人们带来的。这100多年来，哎，我们深受这些观念的洗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给全世界科学的定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什么叫科学？要怀疑，不要相信，这才符合科学的精神。但是它和圣贤的教导相违背，换句话说，和人性，和人的本性相违背。为什么呢？人的自性里没有怀疑，怀疑那是什么呢？是污染。那污染东西很多呀，贪婪、嗔恨、愚痴、傲慢，最后一个是怀疑。学佛人都知道，贪嗔痴慢疑，不但是学佛，任何宗教，你去问问他们的信徒，是吧？说是基督所讲。真主阿拉所讲，穆罕默德所讲，你怀疑你能不能受用啊？不能受用。你去问一般的学生，老师今天讲的这些，你怀疑能不能受用？不能受用。怀疑是最大的障碍。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心里边的五毒。这种心越重，越不能够觉悟。你怀疑吗？越看越不相信。那师父老人家一针见血，不但是一般人，学传统文化的，儒家，他也受不了怀疑的毒害。我们来看这本书，它的名字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老先生的著作。老人家高寿95岁才过世，到临走还在说这个话，这个世界会好吗？什么意思？怀疑，不相信。你说这个怀疑的力量多大？新儒家确实有这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像这老先生一样，哎，你看他著作你就知道，哎，这老人家学术观点啊，主导思想是什么呢？哎，一边修儒家的，还要一边哎再学学西方哲学，杂糅在一起。哎，古大德讲这个叫杂修。杂修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怀疑，不能够专信不犯。所谓从名师受戒，专信不犯，不能专的。三字经也讲，教之道贵以专，你教他专，他学就是专。你不相信老师，那就是杂修。你相不相信古圣先贤他们所教导的这些经典里所讲的是究竟圆满？你不相信有怀疑，那还要再修一点别的给他补充啊，因为他不圆满嘛。如果他真正是究竟圆满，你还需要再学别的吗？所以师父老人家常常告诫我们，人这一生事出世间法要想成就，最关键一点，你要相信你的老师。这个老师的特点是名师，名不是有名没名，是什么呢？是明白觉悟，彻底觉悟，没有一点疑惑。古圣先贤做到这一点，要不然这些经典不能指导人间几千年的，他指导不了啊。哎，你看我们中国5000年有圣贤教导的原理，有方法啊，有经验，还有成果证明给你看的。如果这个东西不好，早就被抛弃掉了。那不对的东西你敢用吗？人这一生要想成就，师父老人家告诉我们，一个老师，一部经典，一门功课，一直做到底。所谓一门深入，你要怀疑就不可能一门的，常识熏修，怀疑就不能常识。所以你不能成就啊。哎，你看看老人家的书你就知道，哎，怀疑是最大的障碍。孔老夫子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可以说是他老人家戒律啊。哎，专信不犯的，你能说孔老夫子不聪明吗？没有智慧吗？万世师表啊，历朝历代尊为素王，都得学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得听他的。你说他的智慧到了什么程度？哎，这样一个人呢，哎，述而不作，没有创造，信而好古，就相信古圣先贤，要不要学？那是老师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社会上这么多的乱象和问题，根源何在？不在外边，不在这些乱象上，在什么？在我们自心不能相信，怀疑吗？哎，怀疑的根源刚才我们也说出来了，那你说这个问题要问我们，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一定会好，它本来是好的。你怎么那么肯定呢？你的原理原则你依据的是什么？我们依据的是6个字，教小孩子的三字经，那是
集古圣先贤，教导之大成。你别小看这六个字，他的道理太深了。说我们的古人了不起啊，多深的道理，拿儿歌都能给你唱出来，你说他伟大不伟大？千经万论六个字说明白了，人之初性本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本性，那个善是什么意思？不是好坏的意思，是赞叹。我说太好了，善哉善哉，太好了，纯净纯善，就这么好。所以他用一个善字来代表，有善有恶，那还没有到纯净纯善，太好了。人的自信是这么的善，你只要让他从小保持，那你说长大受污染没关系。我们常常打个比方，就像厨房的灯泡，油烟子总熏它呀，你这一擦它就亮了，它里边本来是亮的，外边糊死了好像是这个不亮，你一擦它就亮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古往今来，很多人临死之前，你看那十恶不赦的犯人、罪人，把他砍头、枪毙，他在临死之前那一刻钟，我们跟各位讲，他的人性还是善的，他还是亮的灯泡，你把他打碎了干嘛呀？你为什么不擦擦他？他是个好人吗？所以这个本善的这个自信啊，从生到死保持不变，它没有变化，永远是善的。所以师父老人家常常跟我们讲，凡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谁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首先是君王，国家领导人呢，他是教化天下，然后是文武百官，小到家里的父母长辈，那都是教化子孙的。凡是从事这个教育的人，一定要记住，要相信这个原理原则是自然的，人性本善，它本来就是好的。从事教育的人明白了这个，你就会相信，它本来是善的，你再教给他善的，把污染给他去除掉，所谓长善去恶，这是教育的宗旨啊。教你去看《说文解字》，目的就是什么呢？长其善，去其恶，这就是教育的本意啊，是吧？你给他教成好人啊，你恢复他的人性，人是能教的好的，我们绝对不怀疑。为什么呢？原理原则经验和成果都在这里摆着，你可以看嘛。我们中国有24史啊，可了不得呀。今天的人他相信科学实验，好啊，儒释道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用，古往今来都可以用，说它是最伟大的科学，完全正确。为什么呢？它可以做实验，你可以拿你做实验，拿你地区做实验，拿你家庭做实验，拿你自己做实验都可以，成果一定是一样的，跟这个经典上写的一模一样，就看你肯不肯来做这个伟大的科学实验。那有人讲了，你说这些你能不能做个实验？我们这次录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这个意思。2013特别节目到年终岁末了，我们拿出一个实验成果来，证明给大家看，这个地方在中国的广东省，它是个小县城，叫博罗县。
这个县100多万人口，啊，在岭南地区，哎，经济现在非常发达，在过去也是社会问题啊，各种乱象都很多。怎么解决呢？一筹莫展。偶然的一个机会，这个县最高首长，哎，县委书记接触到传统文化，大家都很喜欢。政府下令，所有的官员必须要拿出时间来学中华传统文化，啊，学老祖宗的教导。然后呢，电视台开频道，家家户户都能看得到，也就是全县民众，从官到民，人人都学。这一学不得了啊，有的是3天，有的是7天，有的是半个月。哎呦，首先看官员争名夺利的少了啊，名利的贪求心淡很多，名利不怎么争了，你说他能贪污吗？啊，真不贪污了。这是现在全世界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怎么解决？你看，是吧？大家讲礼让，哎，还懂得什么呢？我作为官员、公务员，好好工作，给我自己修福报，我们全家人都受益呀！哎，给我自己也修福报啊！哎，乐于工作呀！你看那个老百姓家里，要离婚的不离了。已经离婚的复婚了，哎，打架的不打了，婆媳关系好了，哎，和睦了，要上访的不上访了，不再跟政府对着干了，哎，孩子听话了，民风为之一变呢。所以我们采访的时候，你看那个镇里边的那个领导非常激动啊，我这个地方好了，哎，没用多长时间呢。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里看到。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是喜欢实验吗？其实我们中国人天天都在做实验，哎，记录下来那就是历史。凡是不遵守古圣先贤的，他有灾祸。灾祸专门有一章给他记录下来。凡是恪守古圣先贤教导的，都吉祥幸福啊！啊，也把它记录下来。古代的人没有看到现在的人，前后文对得上，文字记载对得上，我们大家这才相信的。这个特别节目，我们希望大家，啊，尤其是我们希望把这个节目贡献给联合国的官员，哎，世界各地的政要首脑，世界各地的官员，哎，我们看到这个节目的封面，哎，有一句祝愿的话，哎，希望全天下所有的官员、老百姓、所有的人都来看，看看这个伟大的实验，哎，啊，人是教得好的。好人是教出来的，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成果还要了解什么道理呢？哎，经典里都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个节目是从哪里开始呢？哎，博罗县的看守所，哎，监狱啊，关押当地这个地区极恶的这些犯人的地方啊，这里边一共有1000多人，这些犯人人群当中最恶的，他们学了传统文化，变化非常大，我们这一区很受震动。其中有这么一个犯人，不到20岁，因为抢劫和强奸被抓进来了，而且已经判刑了7年，啊，7年。也就是说，你老老实实在监狱里待7年，你就可以放出去了。看了2个月的圣贤教育的光盘，良心发现，找到监狱的警察说，哎，我坦白，我自首，我还有罪行没讲出来，
哎呦，这干警们就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心里不安，我要把他讲出来，我还曾经杀过人。这些干警们很受震撼的，他们都是老警察，知道啊，那真是古今中外，所有犯人抓住之后，你要想让他说实话，那得多难呢！啊，你看这个，没打他，没骂他，看两个月光盘，他把这话这事儿都说出来了，啊！杀人要偿命啊，很有可能死罪啊。那警察跟他说：“你这家说出来有可能被枪毙啊！”不行，那我也要说出来。他为什么要说？他不怕死吗？你说他怕，他真说出来了。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什么教的他？他听到哪句话了？听到什么了？他变成这样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也希望这些光盘能够在国内、海外，所有的这些，啊，警察系统。大家都来研究这个，这是个公案，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多国家每年花那么多钱，案件破不了，哎，这个自己过来了，他告诉你了，这么神奇，什么原因呢？这效果太好了，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来看我们这个特别节目，啊，人是教的好的。啊，他能够把魔鬼都叫成好人，那极恶的人都能叫成好人，为什么呢？人性本善，他有人性嘛，他怎么能不好呢？人性本善是天理呀，是自然规律呀，不是谁发明创造的，谁也改变不了这个自然规律呀，人要坚信这个，这个世界一定会好啊，他没有坏人了吗？是不是？哎，每个人都好了，这个家就好了，家好了，国自然就好了，国治自然天下平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哎，把这个前因后果给你说得清清楚楚啊，想不想得到？嘿，舍除这个方法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们现在就到这个看守所去见这个犯人。啊，这个人很年轻，不到20岁，刑期也不长，也就是7年吧。他出去27岁都不到啊！你看，这就是这个人啊！监狱的干警讲说，这个人他学了传统文化之后，他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这是被抓进来的这个照片，是吧？这当时是假名字是吧？是。你当时是犯了什么罪过呀？我这次被抓的时候是因为抢劫和强奸啊，然后被抓到了。已经判刑了吗？已经判了，嗯，判了7年。判了7年。对。我们听到你这个情况啊，说你是因为看了圣贤教育改变命运的光盘是吧？是，天天晚上都在看那些。你一共看了多久啊？大概2个多月吧，从8月份就开始看。一直在看，天天都在看。差不多。你看完这个光盘之后，你就找到监狱的干警，你说我还要坦白。是。是不是？是。你要坦白什么呢？我坦白我以前在社会上还做了其他的事，其他的坏事，然后没有被人家知道的。你要把它讲出来。是。你当时抓进来的时候，警察并不知道你还有个真名字是吧？不知道。你现在坦白出来了。是。杀人是2007年的时候。用枪把他打死了。是。然后那个红绿灯那里他停车，我一走过去，然后朝他上身开了3枪，就走了。还坦白了哪些事情？把这个女孩子到最后就送到珠海那边卖掉吗？卖一个女孩子多少钱呢？我们去的话2万块。卖一个女孩子能卖2万块钱？是。你卖了多少个？
我将近卖三四个吧。拐卖妇女，卖淫是不是？是，卖到地那种地下嗨场嘛，做一些违法的事吧。你看这个年轻人，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就观察他，这两个手上都是刀疤，刀疤，脑袋上也是，是吧？还不到20岁，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杀人魔王？那滔天罪行啊！我想当政的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要问这个问题，都要研究这个案例。是啊，好人是教出来的，那坏人是哪儿来的？对呀，这坏人哪儿来？这么恶的人怎么变成这样的？怎么来的？教出来的，还是教育啊。所以三字经里讲，狗不教性乃迁呐。你要是不教育他，他那个纯净纯善的本性，迁就是改变了，啊，他就变成坏人了。狗不教性乃迁，好人不教他了，坏人就教他；圣贤不教他了，哎，邪魔外道就教他。哎，坏人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你那个时候多大？我那个时候很小，才12、13岁。为什么要干这个呢？因为家里的原因，然后让我在家里待不下去，也不想读书。家里的什么原因待不下去？我父亲跟我母亲，就是我父亲在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被关到监狱去了，然后我母亲就把我生下来6个月的时候，他也跑了，就改嫁了。那你谁把你养大的？养大的我的是我爷爷跟奶奶。他们对你怎么样？爷爷就是一个粗人嘛，经常一点不顺然后就打我们嘛，奶奶就很好。溺爱吗？嗯，厉害。怎么后来十二岁就到黑社会上去混去了呢？因为后来我爸爸妈妈从外面他们又一起回来了，然后接我去见他们，去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那时候我都有10岁了，我就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我总觉得心里很排斥他们，然后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然后我就选择了自己出来打工，离开家了。对，我们听到这里，我们就想到师父老人家曾经讲过人生圆满的4种教育啊。头一个，家庭教育要好，这是基础。然后呢，学校教育要正确啊，不能教错了。第三，社会教育，步入社会不要被社会污染了。现在我们的社会给人们是去除污染还是增加污染啊？为官一方的人真的要考虑啊，是吧？第四个是宗教教育啊。我们说前3种教育它是有次第的，最基础出了问题，就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这个人的一生肯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做父母有多重要。刚才这个犯人讲他的童年多么的痛苦，我们要去找他的根源，找那个种子啊，怎么长起来的？我们发现因就是在父母那儿啊，这父母不是好人的，你说这个果实它能好吗？所以要看到果，我们大家自然就去想那个因呢啊，不要光害怕呀。你说这些警察在监狱里面啊，天天看到这么多的犯人，这么多的恶果，你看着他管用吗？你把他抓起来判10年20年管用吗？不管用，他还是个恶果。要找他的那个根源，找他的种子，目的是什么呢？不要让社会上那些人再作恶再被抓进来，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希望不但国内，
全世界的啊这些监狱系统都应该对犯人进行一个追根溯源的调查，你怎么进来的，什么根源，以什么为标准呢？师父老人家讲这四种教育，头一个家庭教育，你去看父母教给他圣贤教育啊，德行都很好，家庭教育好，他不可能后来说这个人作恶多端，讲不通啊，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家庭教育，那个家教太重要，太重要了啊，没有比这个再重要的了啊。你看这个光盘，圣贤教育改变命运啊，60多个小时，这里边有大量的案例可供全世界的有识之士来参考。哎，我听说印度尼西亚有一位谢总，当地的观众非常渴望得到这个啊，他就翻译成印尼文，在印尼大量流通，这能救多少人，太多了啊，所以这里边的案例非常多。你去看，凡是那个作恶的那个恶人，他一定有一个恶的种子，所以说因和果是自然规律啊，你不按照这个原理原则来寻找现在一切动乱的祸根，你找不到。今天我们看啊，监狱很多地方是爆满的，是吧？什么原因呢？人数为什么越来越多呀？大家看离婚率，为什么？你看离婚率越来越高。我们这有一个统计数字，啊，2007年，全国离婚人数209万对，你看现在是2013年，310多万对，离婚率是1/1.59，这2007年，啊，现在呢直线上升，2/2.3，太吓人了，不但国内啊，全世界都是这个现状啊。每一天有8500多个家庭破碎了，如果都有孩子，那就是8000多个孩子他的童年少年就要出问题了。那么每一年是多少呢？310万，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啊，310万个家庭，有可能是200-300万孩子他的童年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些孩子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讲这么一句话，什么是恐怖分子？不是拿着枪，拿着炸弹的，不是。心里边没有爱，有很多怨恨的那个人就是恐怖分子。他未见得真的去拿炸药杀人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就会对这个地区造成恶劣的影响。你这家一年，这个国家这样的孩子200-300万，这样的家庭破碎的家庭就300多万，2年、3年、10年，你受得了吗？我们大家知道，家庭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啊。你说如果一个人说，我这个胳膊上啊，今天有多少细胞死掉了？8000多，一年300多万细胞死掉了，你不害怕吗？没多久就全身就溃烂，就腐烂了，这个身体就完蛋了。就是从一个一个最小的细胞开始，这都是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无所谓啊，结婚无所谓，离婚也无所谓啊，很随便的。我们中国古人不是这样，你看到这个犯人在这讲这个话，我们就想问那些专家，他们讲离婚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好事，将家人先问己。你能不能给社会进步做点贡献，你也回去离婚呢，好不好？你怎么不干呢？净说这个胡话害人呢。你看到这个在押犯讲的他这么痛苦，他怎么变成坏人的，
这根源你看到了，你还忍心说这个话吗？你还敢说这个话吗？离婚好，你还敢说吗？你在电视上讲这些话，哎，那些破碎的家庭造成的恶果都算在你头上啊。所以我们知道，恶果的产生一定有个恶因，恶因就是什么呢？家庭教育的失败。这很多父母啊，他会生，哎，他有生育能力，哎，但是呢，他不会养，不会教。你说这多麻烦？谁来承担恶果呢？社会、大众、国家、民族，你把人都教坏了，哎，国家来承担这个，民族来承担这个，这怎么得了？我们说，要想让天下恢复太平盛世，一定要有理论啊，你得有依据啊，啊，依据何在呢？我们这个特别节目还有个名字，哎，叫群书治要治天下。哎，天下得到太平靠什么治理呢？群书治要。哎，没说到这部书，我们都无限的感念我们伟大的导师师父老人家，他老人家法眼如炬，在浩如烟海的圣贤的经典当中找出来群书治要。那么这部书大唐盛世就是靠他，所谓治世宝典呢，唐太宗命令手下大臣开国之初啊，就要开始找啊，找依据啊，找理论依据啊，我们靠什么来治国平天下？哎，那么这些大臣他们在古籍的经史子集当中14000多部89000多卷当中选出来多少呢？选出来67部，大海捞针的啊，把它选出来集结成册啊，群书治要。那么唐太宗看到这部书手不释卷，就以它来治国平天下。结果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中国历史上史家所公认、世所公认3次盛世，头一次在汉朝文景之治，第二次就是贞观之治，唐太宗的时候靠什么呢？哎，就是群书治要，以这个为治国之本。这些都可以在旧唐书、新唐书里，哎，我们能够看得到，它有历史记载的。所以你说这部书何其伟大，精粹集成历代治国安邦经验之汇编的，古人古圣先贤的都汇集在里面，精华当中的精华。唐太宗把这个书抄了很多部，分送给公卿大臣，让大家都来学，君臣一起学，哎，所以大唐盛世就像一个好的果实啊，我们不能光羡慕啊。它是怎么来的？这果怎么来？它那个因在哪里？圣贤教育，啊，群书治要，从这儿来的。哎，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个书，能不能怀疑？不能怀疑。为什么呢？圣贤教育，它所通的是人性，是自性，不是古圣先贤发明创造的，哎，是他们发现的天地人间的自然规律，那古人叫道，按照这个去做叫德啊，以道治世，以德治世，哎，他自然就能得到好的果实。哎，群书治要，你看这一部书它能够带来大唐盛世，哎，贞观还不算，后面还有开元，都是靠这个。有人就会问呢，那是唐朝的事，现在还行不行？行。能不能举个例子？可以啊，哎，你看贞观的时候，
一年当中全国犯死罪的史书上记载26个，你看那个疆土非常辽阔呀，哎，犯死罪的才26个，监狱有的地方是空的。盛世真正叫盛世啊，那个唐诗都是从那时候写出来的，人们的心无比的幸福愉快啊。那么现在我们也用群书治要，哎，来治一个地方，哎，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城市。你看现在是一个监狱，他们学圣贤教育啊，我们是学了2个月，那个犯人找过来了，哎，他恢复了良知良能，这不就是管用吗？这个群书治要，据说很多国家领导人看到之后也是爱不释手，手不释卷。我们听说马来西亚的前首相马哈蒂长老，哎，老人家看到之后说了一句话，我要早看到我过去可能有一些，哎，错误就不会犯了。哎，师父老人家在大力的推动全世界各国政要啊、官员领导干部都来学群书治要。好像我们听说中央党校，哎，也在把这个作为必修课，哎，这是真正好预兆啊。你看，这是习仲勋老先生为群书治要题字，领导人倡导，官员学了这个就知道盛世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交好的，原理原则都在里边。我们刚才讲到离婚率，这个家家和万事兴，群书治要有没有教给我们，哎，怎么才能家好啊？有啊，你看群书治要67部经典里面啊，它分经史子，头一个是经，在经部里面摆在头一个的就是周易啊，易经，易经里边有一卦是家人啊，专门讲家的，彖曰啊，家人啊，一家人，女子啊，正位乎内，女子啊，你的本位是在家里，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哎，你是在外边的，养家糊口啊，就靠你了，男女有别，这五伦里边的最重要的啊，男女有别，别是什么呢？有区别，大家秉性不一样，分工就不一样，哎，男主外女主内，天然如是啊。这句话从哪里来的？从易经来的，易经群经之首，儒家13经头一部，它是讲万物本源，有物必有则呀，就是一定会有它的方法，一定有它的规则呀，一定有它的原理呀。所以说从哪里来呢？圣贤发现了，哎，写在书里告诉我们，传之后代。周易接着讲，天地之大义也，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这是什么呢？天地之大义也，这是自然规律里边第一，也可以这么讲啊，阴阳之道啊。家人有严君也，你家里边得有一个明白的非常严格的家长啊，君是家长，谁呢？父母之位也，那父母的就是严君呐。你看这一句话就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父母，你这个家才能好。你做父母要像做父母的样子啊，哎，你没有起码的威仪，你不会教，不懂得严格教子，教不严，师之惰，子不教，父之过。然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什么意思？父亲像个父亲，做自己该做的本分，这叫什么呢？夫妇。哎，第一个夫名词，第二夫是动词，哎，要做父亲的样子。子子，哎，孩子像孩子，他做自己该做的本分，是吧？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就夫妻两个，
哎，各自做自己的本分，安守本分，这样结果怎么样呢？哎，这样的果就是家道是正，它不邪，哎，没有灾祸，千家万户都正了，怎么样呢？正家而天下定矣。这个话不光是给老百姓听的，老百姓受益，君王也受益啊，他知道天下安定的由来。这是谁说的？不是唐太宗说的，你说话大家不能服啊。哎，你看你能征善战，打下天下，人心不服你，为什么呢？你手里拿着刀，我们没办法呀。哎，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你在马上不可以啊。那不能靠军事，不能靠，换句话说，不能靠法律，不能靠警察，不能靠压制，你得以理服人呢，大家才能安定啊。人心不安定，天下不能安定啊。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古往今来，要想人心安定，最重要的是人心要顺。哎，人心怎么才能顺呢？你把礼给他，他一看，就像这个犯人一样，他过来了，我有罪呀。不是老百姓啊，普通的犯人他都能认罪，心服口服啊。哎，这就是圣贤教育的力量。所以太宗跟古圣先王一样高明，先建国之初先把经典找来，咱们得找理论依据啊。啊，你不能说是我说的，我说的没人服啊，圣人说的，古圣先王所说，你能反对吗？他为什么不能反对呢？第一个，从古至今盛世都是这么来的啊，人家做出来了。第二，道理一听明白了，好懂啊，是这么回事，你违背你试试啊。他很痛苦，他自觉就会按照道理去走，所谓垂拱而治啊，哪里用那么多警察监狱啊。所以师父老人家常常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你先得教他。怎么教呢？太宗用这个方法，先把礼给大臣们看，给天下人看，看见没有？周易说的，易经上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吧？古往今来都按着这个做。第二，你不能迷信，你得明白其中的道理。明白道理，你做不做？没人强迫你，你不怕有灾难，你就做。另外，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护法，保证古圣先贤的教导能够在民间实施。你不这么做，行，承担后果，你要接受处罚，这谁敢？你看《弟子规》里有一句话：“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啊，不是你那个吓人的样子啊，是你行德行，哎，太崇高了。哎，才大者，妄自大。你的才能确实，不一般，哎，名望它自然，哎，就很大，啊，人所服非言大，你说的再好不管用啊，人不服啊，你要想让人服，一定要怎么样，自己做到，而且你所做的让天下人都服，为什么呢？你所做的所行的在理呀，哎，古往今来呀，它在理呀。这个太重要啊，在不在理？你看我们平时总听人说，这人说话在理，对吗？人心是通的嘛，只要你所讲的是通人性的，那他一定人就会服你。你所做的是通人性的，人一定会服你。什么东西是通人性的呢？圣贤经典通人性，所以他万古不灭，哎，受人推崇，原因就在这儿，是吧？人性本善，他也本善，本善相通，没有任何障碍。哎，这些告诉给我们什么呢？人心要顺，
人所服，你不就想让人服吗？啊，拥护你吗？靠什么呢？靠你讲理。这个理还不是你发明创造的，哎，不是想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天地自然之道，人间自然之道，所谓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没话说呀，真好。唐太宗历史上公认一代明君呢，这个评价可不是随便说的，啊，真正有功绩，名垂青史啊。大唐盛世怎么来的？群书治要治天下，什么意思啊？治国的理念，这些方针思想是古圣先王传下来的，孔老夫子最推崇的周公，你可想而知。周朝的盛况，人民啊，文武百官啊，普天之下谁不向往？人人向往啊。那好了，他们怎么治天下，我们就拿过来，原理原则不会变呢。哎，这不是我唐太宗说的，你说你发明的，你创新的，大家不服。文王说的，周公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治理天下的方法、理论、原则，你服不服？当然服啊！哎，他们的成果摆在那里，你能不服吗？所以，天下人没话说。哎，普天之下都认同。哎，学佛的人都知道啊，一个家、一个国要想团结，最重要的是修六合敬。六合敬最重要，头一个。见和同解，无论是文武百官还是普通百姓，所有人的知见都一致，都统一了。统一到哪里呢？统一到群书治要的经典里来了。思想统一了，见解统一了，见和同解。见和同解是一切的基础啊，换句话说，那也是大唐盛世的最基础啊，理论基础。哎，全国人民都想的一样啊，这国家想不好都不可能啊。群书治要治天下，太高明了。所以我们听到师父老人家常讲，21世纪是群书治要的世纪，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世界已经乱到极点了，必须要统一思想，让所有人的想法、看法都变成一个想法，变成什么呢？变成伦理、道德、因果的想法，让大家的理念都一致，这是天下大治的最基础啊。在今天这么一个乱糟糟的世界上，要想把70亿人的价值观都统一在一起，这得多难。哎，你要说它难，哎，它也不难。为什么呢？因为人性是一个。把群书治要讲明白了，大家自然就认同，它跟人性相通啊。你不要说70亿人，700亿，他只要是人，他都有人性，他一定和这部经典相通，也就是说他天然是统一的，天然是一致的嘛，天然就是见和通解嘛。只要你把它说明白了，大家听明白了，天下人自然就和睦。现在为什么和睦这么难呢？哎，各说各的，西方的民主观念呢？哎，一个人一个说法，卖菜的一个说法，卖药的一个说法，儿子一个说法，爸爸一个说法，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那永远也不可能和睦啊。所以要想天下归心，唯一的方法就是圣贤教育，群书治要就是最好的圣贤教育的精华。你不用这个还能用什么？当年周朝才800里啊，那么个小国呀，他能望天下，什么道理啊？跟今天的道理是一样的。哎，天下归顺，为什么呢？
你那个是符合人性的标准。只要是符合人性的标准，没有人不服，这是一切圣王治世的最根本。不但是王，一般的领导干部，省长、市长、县长，通通都是这个道理。你说你这个地区怎么治理好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就知道，今天很多人之所以有这个灾、有这个难、受这个苦，总在不读书之过，就他没读过，这他不知道吗？那么幸好现在有这个网站，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像这些重要的经典、群书治要大义、儒家十三经，像《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等等这些经典，将来我们都要详详细细地把它讲出来。这些经典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多重要？我们要把它讲出来，传承于后人。你说这个在押犯，他的父母从小受这个教育，这个犯人就不会出现，这个恶人就不会出现。他父母好啊，你看《周易》上已经讲了，《群书治要》上讲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夫妇，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啊。告诉给你，天下定是个好的结果。因是什么呢？因是家道正，家道正是个好的结果。它还有一个种子是什么呢？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夫妇。说得多明白。你不相信，你就去看，离婚率越高，犯罪率越高。一切乱象的根源，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这个，家庭破碎。人不会做父母了，家破人亡了吗？妻离子散，那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你觉得你学坏，受哪些的影响？比如说网络，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不好的人？朋友吧。什么朋友？就是我刚出来的时候，就跟着一群有十多个小孩子，全部都是很小的，然后在外面，偷这个偷那个维持生活的。都是家里没人管的吧？对，都是从家里跑出来的。你们这些孩子的经历很相似吗？差不多，都差不多。父母离婚的多不多呀？也有一些，有的是直接丢到人家那里，然后人家抱养的，然后又不要了，这样的。从12岁开始就在社会上，在这个黑社会里混，是不是？是，然后到13岁，2003年的时候就认识我的老板，也就是黑社会的老板，然后他就带着我一起在社会上玩，就给他做了很多事情，然后都帮他做什么呢？一般有些贩毒啊，就帮他们去拿货啊，然后看场啊，别人来这里闹事的话，就我们出面解决嘛。然后还有时候说，假如说有什么仇家惹到我们了，也是我们老板叫我们这帮人去做。就像打手杀手一样，差不多。在哪个地方？整个广东省我都有带过，然后还有山西、陕西、浙江都带过。你一直在社会上这么跑啊，这么混呢，家里人有没有找过你啊，管管你？我前几年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回家看一下，然后再回家看也没什么好看的，就看一下我奶奶爷爷，然后就出来了。你在生活当中，就那个时候啊，你最喜欢什么？赚钱。赚钱。是。赚钱做什么呢？赚钱，然后只要赚到钱就拿赚到的钱自己去享受，或者是悄悄的找一点方式给点给我奶奶。你怎么享受那时候？那时候去酒吧，去夜总会啊，然后去酒店啊，
然后起上呢，吃喝嫖赌，是赌博。吸毒吗？也吸。那个时候十几岁啊，十二三岁就开始了是吧？大概14岁就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后来呢？后来就一直跟着我老板嘛，一直跟着他在一起玩。你这一生你的方向是什么？当时没有方向的，因为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种想法，只要我这辈子能够活到成年，就是活满18岁、我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我对这个社会比较厌恶，然后我又不甘心那样去死，所以我就反正我就赚钱，我一赚到钱我就去享受别人没有享受过的或者别人得不到的东西，我就要去想办法搞过来。就是说不想活得太长，有活到能活18年就够了。是。你很厌恶这个社会，很厌恶自己的家呀。是。你现在想起来父母是什么感觉？就当时想起来没有感觉，那时候想没有感觉。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父亲他会用电线来抽我，然后把我推到河边，要拿刀来吓我，把我往河里淹。你的爸爸因为什么犯罪进监狱？那时候我不清楚，后来也不知道，我也没问他。我看到我爸爸，我就觉得很恐惧，我看到他我就只有恐惧，什么都没有。我想不起来我父母对我的一点好，一点的我都想不起来。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犯人讲这个话，不寒而栗。哎，我活18岁就够了，又不想再活了。请问这样的人，他能怕死吗？他能怕法律吗？无恶不作呀，没有他不敢的。你说他能有害怕的心吗？法律对他一定不管用，为什么呢？他活够了。他为什么会活够？满腔怨恨，哎，恨社会，恨家庭，恨父母。为什么？家庭教育出问题了，从小父母给他种下的都是怨恨的种子。那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还有那么多没杀人没放火也心里有怨恨的，他们都在制造着社会动荡。社会怎么乱呢？根源就在这儿，在家庭啊。做父母的没有把孩子教好，不懂得怎么教，把孩子生出来怎么教不会，随着自己的邪知邪见啊，想怎么教就怎么教，最后这个恶果全社会啊，社会大众来承担。我们看到这些为什么会不寒而栗呢？你会教吗？你会不会做父母啊？我们看看这个监狱里这么多的犯人都是哪里来的。真正啊，原因是在家庭，那父母教出来的。那我们要不要怨怪父母？不要怪。师父老人家常常讲无量寿经上的佛陀的教导，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没有人懂这个呀，无有愚者，没人说啊，恕怪也，不能怪长辈呀。中华传统文化断了100-200年了，没人说，没人懂了，谁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回事啊？你不能怪呀。
真不知道啊，出了灾难他也联系不起来，他不知道他怎么联系、啊、知道了还不容易联系呢，你就可想而知。我还听说现在有什么新闻呢，小年轻两个生孩子，生下来怎么样，卖，把这孩子当商品往外卖，靠他赚钱，一个孩子40000。哎，警察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干，他说你管得着吗，哎，我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亲爸亲妈卖孩子，这简直都耸人听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也得说咱们少见多怪，那原来呀、啊、在某些地区自己生了孩子自己卖，为了卖孩子而生孩子，这早就不是什么个别现象了。你看最近就有这样一个新闻，警方破获了一个拐卖儿童的案件，救回来的孩子14个，这一调查可不得了。为什么呢？这些孩子都是被他们的亲生父母给卖掉的，一个孩子2-3万就卖了，虎毒还不食子，现在有的人还不如畜生，你说这是骂他吗？绝对不是。哎，你看这新闻，事实如此啊。现在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乱到了什么地步，你听听，真正叫骇人听闻呐、啊。警方解救14名被拐婴儿，个个都是被父母来卖掉的。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没听说过呀。啊，把这孩子生出来，为他拿他赚钱卖钱，你说现在已经乱到了什么程度？啊，人心不，那不叫人了，那还叫人吗？那还叫人心吗？人心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所以师父老人家常常讲一句中国的古话，子不教人心坏了，哎，家不齐社会乱了。没人教子，谁的责任呢？父母长辈老师，是吧？家不齐呢，家不齐说实在话，国家要倡导。你为什么让他离婚率这么高啊？啊，要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家庭的安定，不能随便离婚呢、啊。人们现在多可怜，一旦失去圣贤教育，真的就像茫茫黑夜，你就在那摸索着走路。有啊，就在我们面前呢。他怀疑，他不相信，他说是封建愚昧落后的过时的，你怎么办？我们听到这个犯人讲这些话，我们就想到古人讲人之初性本善，他本来是纯净纯善，他怎么最后变成这样了？没多久啊，10几年就变成这样了，12-13岁就吸毒了，哎，10几岁就黑社会了。古人讲父子有亲是天然，天然的亲爱怎么现在变成了仇人呢？什么原因呢？我们还是要看群书之要。那么周易它的头两卦是什么呢？乾坤二卦，一阳一阴。那么这是指天道，在人道呢，阳卦就是指男子，阴卦就是指女子，就是夫妇啊，在一个家里就是夫妇啊。你说他把夫妇把家看得多重要，告诉给我们一切一切和谐的根本，一个在男，一个在女，在家里就是一个是父，一个是母，这两个对了，恪守天道，按照这个教导，哎，来生活，天下太平。你看《周易》这个家人卦里讲的多清楚啊，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啊，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说的多清楚啊，各自有自己的本分呢、啊。女子相夫教子，那很多人批判说这是封建的啊，欺压妇女的，愚昧妇女的，错了。为什么呢？她没有见识，她怎么能相夫啊？
他没有智慧，连字儿都不认识，他怎么能教子呢？讲不通啊。哎，那个过去的妈妈是最伟大的，最有智慧的，啊，有学问的，有德行的，她才能教出圣人来，教出伟人来，教出大师来，就这么来的。哎，女正位乎内也，说得多清楚啊。那么我们在学群书治要的时候，哎，关于家教方面，啊，我们还有很多参考书啊。啊，中国在家教这方面的经典那太多了，哎，我们所收集到的还不全，我们这就有几十套专门讲家教。你能对古圣先贤没有敬意吗？他们是专家当中的专家，真正内行啊。我们来看啊，这一部叫《温公家范》，司马光所著，宋朝的《资治通鉴》就是他写的。哎，他在历史上名垂青史啊，真正了不起的人呢、啊。他是怎么治家呢？你相信不相信？当然相信，他有说服力啊，大政治家，大学问家，从宋朝一直传到现在。你看看，他头一卷就讲治家，然后讲什么呢？怎么做祖父母啊？你看祖，哎，然后父母，就你怎么做父母，他教你；然后，哎，怎么做子，啊，怎么做女，怎么做孙，怎么做叔叔伯伯，啊，怎么做侄子，叔侄之间怎么做，他都教；然后呢，怎么做兄弟，怎么做姐妹，都教啊；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婆婆，怎么做公公，最后。怎么当保姆他都教你。温公家范要不要学？你就知道这还是宋朝的书，那再早之前就更了不得，像严氏家训，哎，这是更了不得，这我们大家才知道。要说家教，我们中国最重视，我们有了不起的经典，哎，我们有了不起的教育，通通都在这些经典里边。所以你学群书治要，你学到这些参考书，当政的人，那你像我们党校这些领导干部，你所在那个地区自然就人民和乐，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哎，就从这里来呀，先把家治好了。你看到这个在押犯他在这里讲这番话，真的我们的心在流血呀、啊！他本来是个好人嘛，人之初性本善，怎么变成这样十恶不赦的恶魔，杀人魔王，冷血杀手？谁教的？父母教的。司马光谁教的？父母教的。你说父母有多重要？所以周易头一卦是乾坤二卦，那就是从你做男子做女人的时候就开始教你，将来你做丈夫做妻子，那没错，基础好啊。你能说这没道理吗？古人讲修身指的是谁呀？指的是一家里边的父母长辈，你先修好了，孩子一定会好，国家幸福了。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四六不懂，哎，胡作妄为，你生出来的孩子看见了吧？冷血杀手还不到二十，真正叫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呀，种瓜得瓜，你能说这是迷信吗？这不是不用说的科学吗？大家都相信科学，这不是不用说吗？这有什么好讲的呢？父母是坏的，孩子能好吗？父母是善人，孩子能坏吗？这国家能坏吗？你看这个家人这一卦里讲家道正，怎么样呢？正家天下定义啊，跟你说的多明白啊！哎，一共七个字，正家而天下定义啊。再简单点说，家正天下定，五个字。
家怎么挣啊？父父子子，哎，夫夫妇妇，哎，做夫妇的要先会做，会做爸爸妈妈。你后来呢？你再接着往下讲。就，后来反正就是一直都在社会上，然后在博罗这边，我也算小有名气，在黑道上也认识很多人，然后有很多人都想把我据为己有，就想让我去帮他们做事，想控制你啊？对。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黑社会这个圈子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圈子？看好我们自己的地盘，那些店面，主要收取那些什么保护费、收水，然后私底下在那些小区里面或者是什么公寓里面开赌场，然后再接触那些贩毒的，然后军火的那些，我们都有跟他们做贩卖枪支的。啊，你看到的现在社会上这些青少年是怎么学坏的？他们有很多都是因为看电影，他们有很多都是因为看电影，然后崇拜那些偶像。那里边黑社会的偶像？对，好像古惑仔那些。网络对他们影响是什么样的？网络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网络，不是电影就是游戏。现在就是据我认识的那些朋友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他们大部分都是沉迷网络，或者是喜欢那些就是说很有派头的作风，黑社会大哥的那种样子是吧？对。他们是不是经常在网吧里？就是说他们沉迷网络的时候都是在哪儿？一般有时候在自己家里，有时候在网吧。在网吧。嗯，我们刚才看了这一段，我们要提一个问题。全世界啊，这个网吧都成公害了，那多少家长在那儿跪着哭，在那儿求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已经不认父母不认家，天天在那个网吧里啊，为什么不把他关了呢？那关了他能死人吗？能社会动乱吗？我们这么看着呀，不关他，社会倒是动乱了，倒是死不少人。你看那个新闻，台湾有个大学生在那上网，好像是2天2夜，最后死在网吧里。警察给他抬出去的时候，他那两个手真的像僵尸一样，手还是在键盘上那个姿势僵直着。你看了不害怕吗？弟子规讲啊，那是人道最基础的教育，是吧？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我看那个网吧，那就是最典型的斗闹场，多少案件都发生在那里边。你再看这个网上，那个邪僻事总会全在那上面，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全都在那里边。我们看这个数字，这12年，就这些上网的人，他们到网吧都干嘛去？头一个玩游戏，年轻人，将近50%。第二类呢，30%多，这两个加一块，这就将近80%的人。第二什么呢？因为无聊而到网吧打发时间。这是好地方吗？那游戏不玩能死人吗？这叫杀人游戏。多少专家学者都在呼吁这个东西戕害青少年的心灵啊，把他那个仁慈心啊、同情心全部都毁灭掉了。怎么还在弄这个东西？给他关了不行吗？谁在玩这种杀人游戏，通通是犯法，不行吗？这是用法律来保护人性啊，这不可以吗？我觉得我们不能上西方人的当。西方人不是说了吗？是吧？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这些年轻人身上，让他怎么沉迷于吃喝玩乐。我们看到那个专题片上讲，
哎，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传统民族传统的价值观，他不相信了，他不相信了，他们不就想干这个吗？我们怎么还上这个当呢？为了以文化战的方式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因此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底层植入西方的信仰体系，始终是美式文化战争的两大主攻方向。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就露骨地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尼克松也曾直白地表述，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 We're gonna change the world。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将其行动手册中针对中国的部分加以充实完善和实用化，内部代号为10条戒令，其主要内容包括尽量用物质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蔑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的思想教育，利用一切资源来破坏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打击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一定要把青年的注意力引向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电影，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发动民主运动。我们怎么还上这个当呢？所谓亲者痛仇者快，我们还能干这个事儿了？好像是网吧还能有一些税收，是不是？那些钱说实在话，按照传统文化来讲都是凶财啊。他伤害了多少人得来的财富，说实在话啊，那还不够啊，平息灾难要用钱呢，弥补需要钱呢，不划算呢。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好像挣到钱了，好像有税收了，完全错误。为什么呢？把人给你教坏了，哎，把我们这些年轻人通通污染了啊！好像得到钱，你这个民族没有后代了，他脑子都被污染了，身心都不健康了，这个代价，这笔账怎么个算法？那你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断子绝孙的代价，民族没有后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真正叫得不偿失。我们现在就没有看到全国乃至世界有那么一个城市他宣布我们这个境内没有网吧，没有啊，我们盼望有这样一个样板。群书之要，他是靠什么来得到大唐盛世？你看他把经典排在头一位，排在第三位的诗经，那些诗歌都是可以用来唱的，跳舞唱歌啊，这都是人情所必须啊，他高兴了他就是都需要啊。圣王之志，
上合天道，下顺人情啊。哎，老百姓他需要娱乐呀，从古以来都是这样，不是说不通情达理，不让你娱乐，不是，但是不是那么个娱乐法。哎，古人告诉我们，是吧？乐而不淫，淫就是过分，它有节度，它有方向，哪些是不可以的？啊，哀而不伤，悲伤的时候，哎，他告诉你要有节度。孔老夫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三个字，娱乐可以，三百三万都行。守住原则叫思无邪，不能有邪思邪念。现在麻烦在哪里了呢？大家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混乱了，颠倒了。哎，明明是错的，他非得说是对；明明是丑的，真的太丑了。哎，你说那红头发、黄头发，是吧？哎呦，把自己化妆的真是像人不人、鬼不鬼的。哎，他就认为那是美，这标准混乱了。你说怎么办？原因何在啊？就是我们把人道的标准丧失了。人道标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不是谁创造的，不是谁发明的，是圣人、古圣先贤发现的天道的规律、人道的规律，然后呢，把它讲出来、写下来、记录在经典里，传承后代。违背它就有灾祸，遵守它幸福吉祥。所以现在人不学这个了，标准就乱套了，依照的都是邪知邪见，那就麻烦大了。在这儿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部书，三字经古本集成，非常好啊，辽海出版社出版的，这可以说是三字经各种版本的集大成，这真难得。有很多人看不起三字经，三字经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告诉我们什么？好人是怎么来的？他为什么这么好啊？他的人性本善，他能不好吗？哎，第二句话，狗不叫性乃迁，告诉我们坏人是从哪儿来的？你要不教育他，哎，他就变坏了。你看这句话告诉我们，好人和坏人的分界，我们要注意。其中那个狗不叫，那个叫是这两句话的最核心，也就是说教育是最重要的。你教育他，让他一直保持这个纯净纯善的人性，哎，他一生都是好人。你要是不叫他，哎，他性乃迁，受了污染，他就变成坏人了。哎，所以教是一切好人和坏人的分界点，是国家好坏的分界点，是吉祥平安凶灾祸患的分界点。所以这个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你看六个字两句话，把世间一切吉凶祸福说得多清楚啊！就一个教字，跟师父老人家所讲完全一样，教育是最重要的，要害告诉给我们了。今天有几个人明白这个道理？好人一定做好事啊，这个世界就好了。哎，坏人一定做坏事啊，这个世界就坏了。所以世界的好坏，人世间凶灾祸患吉祥平安都从哪来的？三字经开头两句话就把它说出来。你不要看不起三字经啊，以为它简单，你错了，越简单越有深奥的智慧，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特色，哎，其他文化里没有。所以说群书之要怎么学？要看得懂它经典排列的顺序啊。头一部周一讲的是什么呢？哎，整个人间天道所有的万物本源的规律，根本规律。哎，第二个是尚书，尚书是讲圣王怎么治理国家，因为这套书首先是给领导人看的，中央党校要学的，他们不明白天下大乱，
老百姓都看皇上啊，哎，都看领导人呢、啊，他怎么做，大家就怎么做，上行下效，啊，所以你看"教"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哎，上所施，下所效，就这个意思。所以官员太重要了。第二部尚书讲怎么治理国家，原理原则在里边，啊，第三个就是老百姓娱乐，你看看民情啊，《诗经》。说是娱乐，不是像现在人想的这样啊。哎，它能够很好的启发和保持人性的那个本善，这种娱乐多好啊！所以你看，在2000多年前，《群书治要》里也有啊，《史记》啊，上面就有这个记载，是吧？听音乐，你会听吗？啊？五种音调常常听怎么样呢？它相应会产生五种感觉，同时会让人培养五种美好的德行。你都没听说过还有这事儿？真的，你看这个实际上讲啊，闻公音使人温书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绝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智音使人乐善而好施啊，闻语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作，乐由内出，故君子不可虚于礼礼，虚于礼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虚于礼乐，虚于离开音乐怎么样呢？奸邪之行穷内啊。故乐音者，君子之养义也。2000多年前就已经说这话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古人不懂科学，你不懂古人是真的。那是假的，你不懂古人是真的。啊，我们大家看到这些古书啊，按照这些原理原则去做，你自然得到幸福。哎，所以古人作乐，他不是为了仅仅为了享受啊，啊，陶冶自己的性情，长自己的德行啊。我们都知道，要想治国，必先治人，而治人必先治心呢，他心是乱的。你说这些官员天天去那些卡拉 OK。是吧？桑拿按摩，群魔乱舞，网上都是暴力色情，你指望他能够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好，那怎么可能呢？那不是做梦吗？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哎，从皇上到卖菜的，亦是以修身为本呐。哎，怎么修呢？就你现在这套娱乐方法，他就修不了。那非把自己修成魔不可。所以我们就知道群书治要有太深的道理在里面。如果说单靠法律，法律只能治身不能治他的心，他心是乱的，你把他捆上有什么用啊？你还得用他让他做官嘛。哎，所以把他那个心要给他理顺，这是最关键。靠什么呢？娱乐都有方法，群书治要里边讲靠诗经，用这种方法，哎，靠古乐靠礼乐来治理，哎，这都是最好的方法。你看群书治要里边的经典叫礼记，他讲声成文谓之音，音声之道与政通，就是跟你的政治，也就是在你这个地方为政一方，跟这个都有关系。工商绝之余，绝对不能乱。工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疲，其臣坏；绝乱则忧，其民怨；治乱则哀，其士勤；与乱则危，其财匮。工商绝之余，五者皆乱。哎，蝶相邻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啊。音乐乱喽，国家就危险了。
哎，李记里讲的。你再看看现在，咱们不说网吧吧，所有的娱乐场所有不乱的吗？有让人进去之后，哎呀，身心舒泰，哦，真真舒服，哦，心里从往外欢喜，清静自在，感觉到怡然自得。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吗？你就知道不遵守古圣先贤的礼乐之治，那你这个灾祸你就要承担的，社会就会大乱的。您正在收看的是特别节目，人是教的好的。吸毒的情况怎么样？吸毒就很多啦，基本上现在最普遍的就80后90后的年轻男孩子女孩子吸毒就很多。在这边就是我老板下货给我们，下货给你们啊？什么东西货？病毒啊，那些东西，黑粉啊，让你们去卖。然后我就拿到厂子里面去，由厂子里面的小宝来去卖。想当黑社会的年轻人在你看起来多不多？多。他们一般都多大？小的15、16岁，大的20多一点。都很崇拜这些是吧？主要是他们就主80后90后的人最多了嘛，就是因为那个古惑仔的电影被那些所影响了。他们不怕抓到这个监狱里来吗？怕，但是好奇心大过这个，又好吃懒做啊，很迷网吧。我见过一个最厉害的，他整整半年没有出过网吧门，天天坐在网吧，住在里边半年啊、就坐在电脑前半年。那他干什么呀？打游戏啊。然后他们就那些人也很懒惰，又不想去上班，是不是？晚上去上网上通宵，然后白天回来哪有精神上班，直接倒在那里睡觉的。然后到了月底又没工资发，还就不舒服吗？然后那些人就出去外面做事哦。所谓的做事就是去抢啊，去偷啊，或者去骗啊这些。然后他们就很崇拜那些像我以前的打打杀杀的那些人。对。你被抓进来之后，你看了传统文化的光盘，连着看了2个多月，你找到干警，你说我要坦白，啊，我真的名字不是这个，现在用的是假名字嘛？是。哎，我还有重大的案情，是吧？我杀过人。是。啊，你给我们讲讲，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记得看这个传统文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报应，然后那个水结晶。最开始放的就是这个。你一共骗父母骗了多少钱呢？大概从这4年，2006年开始，花了屋里差不多30-40万左右。40多万是吧？都是我们一帮兄弟在一起，总是比谁穿的好，谁穿的是名牌。嗯，那你们这些名牌啊，这些吃的好吃的好穿的，这个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都是找父母要的。都是找父母要的。对。在社会上你们经常打架吗？对，都一般就打架。嗯，我现在都不敢，我现在在我们那个地方，我都不敢一个人在街上走，总怕仇人看到我。嗯，总是跟电影里面学，跟电视里边学，觉得那样子很潇洒。哎，那样子才叫生活，天天在夜总会里面玩唱歌，夜不归宿。在没有听这个论坛之前，觉得那才叫生活，那晚人活的就应该那样子。嗯，这样活才值是吧？对，原来就是这种。那你这样的活法，你父母是什么感受啊？什么反应啊？我妈天天在找我。天天找你、啊、我们住一个院子，我妈在她的同学面前朋友面前，没有一天抬得起头，那个总我往前面一走，那个就会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说，妈，那个不说我，
一个只会说我的父母。我听说你还这个进过派出所呀，进过这个看守所呀，抓起来过。对，原来不听话的时候就被抓进派出所了，才想到我爸我妈。我吃喝玩乐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只有被抓进派出所的时候我才会给我妈打个电话，我说妈你快来救我，我被抓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会想到我父母。你原来在家里边骂过父母吗？经常骂。经常骂父母？对，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玩得比较晚回来，我妈叫我睡觉我不睡，我就骂她，我说我的事不让你管。第二天早上睡到一两点也不起来，我妈把饭端到我面前，我都把碗给砸了。把碗给砸了？对。那我就挺想问问你，这些都是跟谁学的呢？刚才你说有电影电视里边的，可能还有朋友那儿学的是吧？对啊。你听到我们汇报中多次提到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就是咱们民间中国老人常讲的报应啊，你有什么体会啊？我感觉我做了这么多以后，我觉得我的报应就是我现在不敢在大街上面走，还有报应就是，还有就是你是不是听了这个报应这个事情挺害怕的呀？对，我就听陈老师第一天讲，那天讲的那个用，就是德不配位，花父母的钱就会短命。我当时听完这个，我就出去站到洗手间那地方想了很久。我想我是不是活到二三十岁我就会很早的就死了，倒是让我害怕了。我害怕了，我真的害怕。 是对，不孝顺父母的迟早有一天都会遭到报应。好，只要我们能改好，听了论坛以后能改还来得及，不晚。好，这个有很多人呢向我们提一个问题，说你们是不是把这个论坛说得太神了，至于的吗？有能马上就能把人给改好吗？不相信。这个小同学19岁啊，我们也不认识啊，贵姓啊？姓钟啊。小钟同学啊，19岁，来自于啊潜江啊，这个我们也是刚认的，就是在下边做义工啊，这是4天吧，在这做4天的论坛的义工是吧？对。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他告诉给我们，他教育给我们，他教育我们什么呢？人是教的好的，方法对，一定能改好，所以对他们要有信心，不要抛弃他们，不要伤害他们。大，我听说呀，你这个机会难得啊，想当着大众啊，是吧？借这个机会啊，给父母要磕头认罪是吧？对对，我父亲现在在下面。哪？谁？我父亲。啊，你的爸爸在下边呢。我下面爸爸。好啊，好。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享誉世界的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10多年来，他所做的几百万次的水实验震动了全世界，他们的实验成果被写成图书出版，如今已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出版。中文版图书的名字叫《水知道答案》。江本胜博士还被邀请到联合国做专题汇报，主题就是世间万物都是可以沟通的，人类的想法决定着周围的环境。人类心里的念头，包括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文字，对水有哪些影响呢？再给水来听一听日本民歌，它的结晶如同樱花一样美好。现在再来听一听大都市的车水马龙和工地的噪音，水的结晶马上变成了这副样子。再来听听现在的流行乐、摇滚乐，
水的结晶就相当难看，它难看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工地的噪音。看来疯狂而刺激的音乐连水都难以忍受，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许多人疯狂地迷恋着流行音乐和刺激的音乐，实在让人感慨，不知道这些人身体里的水分已经难以忍受到了什么程度，已经扭曲成了什么样子。如果他们还不知道，真的可以请他们来看看这些科学实验和照片。然后我自认为我自己不坏，真的，我自认为我自己不坏，但是我看到这个我觉得我害怕。你害什么怕呀？我恐惧，因为我看到那个水结晶哈，那形状我就感觉到可怕。然后还有一些啊什么天灾人祸的报应。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新闻，史无前例，绝无仅有啊。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冷血杀手，你看他身上那个刀伤，死都不怕，活18岁够了，就这么个人。哎，看了两套光盘害怕了，两个节目。哎，头一个是讲因果报应，作用力反作用力，是吧？恶有恶报，他害怕了。哎，第二个水实验，他害怕了。没人打他，没人骂他。哎，不是酷刑折磨，不是，哎，他自己他就害怕了。这让我们想起来，哎，原来中国的大主教傅铁山老先生曾经跟师父老人家讲过啊，城隍庙里边教因果报应啊，把人都教好了，一座城隍庙师父讲能顶10000个警察。哎，大主教说不是，能顶10万个警察，真管用啊。所以过去中国古人，哎，家里的祠堂是叫孝道的，你是有祖宗的人，哎，要记住啊，叫孝道的。哎，很多的城市有孔庙，里边供奉着孔老夫子的牌位，那是老师。哎，师道就传承下来了，教育啊，城隍庙教因果报应，做善得善报，做恶得这个恶报啊，谁不害怕？哎，从小把人都教好了，你看，就有这么大的力量。你不相信？那你现在看这个采访，你相信了吧？死都不怕，一片光盘，俩节目，害怕了，而且是真害怕，越想越害怕。为什么呢？大家会问呢，怎么回事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原因呢？这里边藏着非常深的道理，谁讲出来呢？古圣先贤在经典里边讲得太清楚了。哎，大家就要问呢，什么道理啊？啊，你说这么一个冷血杀手，就这么个人，哎，他就能害怕了？他死都不怕，你说他有什么可怕的？哎，他看这两个他害怕了，因果报应、水实验，他看到自己的细胞变坏了，他害怕了。在《群书治要》这么多经典当中，就包括了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在我们中国，就像圣经在西方是一样的，你说它的位置有多崇高？那么其中有一部是孟子，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同学们，我们要找到好的本子。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几种，一个是台湾三民书局的啊，叫《新译四书读本》，这个里边呢，他所注解的，哎，都还不错，稍微有一些偏差，问题不大。这些作者呢，都应该是台湾各个大学的教授，啊，因为台湾
没有经历过文革，所以说他的很多知见还是可以。那么大陆的专家他们所写的这些注解的这些古籍啊，看起来确实是需要分辨，因为这里边有很多都是批判古人的，他看不懂他就批判啊，所以说呢我们最好还是选这些问题少的本子，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本子呀，它是依据《四库全书》的本子重新排版，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么这个是十三经注疏整理本，这个叫《孟子注疏》，这个里边的都是原文原著，是汉朝的赵祺所著，宋朝的孙氏作书。这都是非常好的本子，是吧？那么再给大家推荐，也是原本，这个《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这一套里边有四书集注，这是朱夫子的这个很经典的著作，都不是后人的注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部，是《四库会要》，这个本子里边有什么呢？日讲四书解义，这是专门呢由大德朝廷里的大德专门给皇帝讲的讲义，在四库会要里边能够找得到。所以我们大家最好都以古本尽量少看呢现代人的注解，因为现代人呢他很多知见呢他是自己的他不是古著的。我们刚才提出来一个问题，像这样一个犯人灭绝了人性，可以说呀，他怎么能看了两片光盘他就害怕了？什么缘故？受了圣贤教育，他为什么会害怕？我们看《群书治要》收录的《孟子》，这里边讲得非常清楚，在《公孙丑尽心章》这里边就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人呢，凡只要是人，他都有一种什么心呢？不忍人。什么叫不忍人呢？就是不能忍心让别人受害，不能加害于人，这个心他都有。凡是人都有这样的心，仁慈之心呢，我们常讲我们看古注上写什么叫仁，安于不仁叫仁。所以我们总说你忍心干这个事儿什么叫仁呢？安于不仁叫仁。这人做了坏事，心安理得，这样的人叫什么呢？叫仁。不仁呢，他心里不安。你看刚才这个犯人他表现出来就是不安，忐忑不安，他要跟警察说出来我杀过人。他这个不安于不仁呢就叫不仁。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句话孟夫子说出来了，2000多年前的圣人讲了，今天我们大家看不懂这个犯人为什么会这样，2000多年前的圣人说出来了，写在经典里了，你不感到震撼吗？你不赞叹吗？今天人看不懂的，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古人知道，他来告诉你，你翻开他告诉你，这还了得？科学家你问他，他不知道，越说越糊涂。圣贤知道，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皆有是什么意思？都有，这叫什么？自然规律呀！那只要是人，他就有这个特点，不是谁发明谁创造的，人人都有。人性是这样的。对了，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所以叫圣教啊！人不学这个不知道啊，人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不知道。人贵自知之明，我们不自知啊，人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们看参考书，有一套很好，叫《太平御览》，那里边收录的也都是古圣先贤的经典，
其中他解释什么叫人，什么叫人呢？他的解释啊，好像是《释名》里面所说的啊，哎，人，人也，仁慈的人呐、啊，然后生物也，什么意思？只要是人，他都是仁慈的，那是他的本性，他的自性。生物也呢，他不害物也，他都是帮助万物生长，他不会害他们，那是人的本性，那叫仁。你看看啊，《太平御览》是一部类书啊，哎，讲得多清楚。到现在你不认可，给你做个科学实验，哎，看两片光碟，就像那个厨房的油灯泡，它不是被污染了吗？忽死发不出光来了吗？哎，擦一擦它，给它擦亮，把污染给它去掉，这就是给它受教育的过程啊，让它这一看明白了，它就发光了，发出什么样的光来？人性之光啊，自信，人性恢复了。我们总说这个人没人性，该死，他不该死，你一教他，他就是正常人。孟子上接着讲，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古圣先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就有这样的心，让别人受害他心里不安，就像这个网吧，哎，如果这是个县长县委书记看了，他心里不安，这孩子们都受害啊，这叫什么呢？哎，不忍人之心，于心不忍，他不安呢、啊，把他一定关掉。哎，行仁政，你看孟子上讲，是有不忍人之政矣，他的政治，哎，他的管制，就是什么呢？仁政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啊。你看孟子说的话，你要是有这么一颗仁爱的心，来行仁政，仁慈的政治，啊，治理天下就像拿个球放在掌上，就这么容易。你看，运于掌上，平天下难不难？国治难不难？不难。从修身开始，怎么修？先修自己的心呐。啊，你有没有那个不忍人之心？那犯人都有。你看到了，他都有。你为什么没有呢？你那个油灯泡还没擦，还没有受这个教育。你天天受什么教育？受吃喝玩乐、贪嗔痴慢疑的教育，越忽越死吗？哎，孟子接着讲，啊，这都是《群书治要》里边专门魏征啊，他大臣啊，他专门选出来给皇帝。太宗皇帝看的啊，靠这个来治国呀。群书治要不但开创了大唐盛世，他东传到日本，被日本人请走了。在日本我们看他们的历史上记载，这套书开创了两朝盛世，群书治要何其伟大。今天啊，网络媒体发达，如果在网络上宣讲这个，各个国家地区政府官员都来学这个，这一部书真的就能够使天下太平，人心安定，幸福和谐，能实现的啊。它里边所讲的道理跟人性相通，只要人性在，这个书就不错。那你有人性吗？当然有了，这不是谁发明创造谁给你安上去的，你本来就有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犯人，哎呀，理解不了，你看这个你就理解了了。为什么呢？圣贤教给你了，人皆有，都有不忍人之心呐、啊，不忍心害别人呐、啊。哎，这叫什么呢？真平等。所以现在很多人哎追求西方价值观啊，讲平等，他不懂，平等在我们这儿呢，在你的人性里呢，哎，在人性里呢，你这才知道啊，哎，我们是真正追求平等的民族和国家。
让人人都恢复不忍人之心，这叫追求平等啊！大家都是啊，圣人多好啊！你那个平等是错误的，啊，是有巨大的社会代价的。所以，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他来解释，你说怎么这话什么意思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咱们打个比方吧。有一个小孩在井边上，在那爬，在那爬，在那转，要掉下去。你突然看到了，皆有触涕恻隐之心呐！哎呦，你这心就揪起来了。古人就讲过这个，那里边有记载，两个当差的押着个犯人，在路上走，路边有个井，井边就有个孩子在那玩，就要掉进去了。那个犯人一看，哎呦，就赶紧跟那个当差的讲，快，那孩子要掉下去了。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问题提出来了，你说那孩子跟那犯人有什么关系？你是个犯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行，他看见了，哎呦，心就揪起来了。哎，100个人100个人都这样。哎，你看，皆有触涕恻隐之心呐，啊，非所以纳教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邀欲于乡党朋友也，非误其生而然也。什么意思？这个人这么做，他不是为了跟着孩子的父母要交个朋友，说我为你们家孩子好，是有没有？没有什么条件，是吧？也不是为了哎自己博得一个什么好名声，哎，我在邻里乡党当中，你看我，他不是为这个，不是名闻利养。啊，不是说怕别人说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啊，不是害怕这，他没有为什么，突然一见就这个反应，这就叫自然，这就叫自然，这就叫人性所本有。我们把这些都看明白了，孟夫子接着讲：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没有恻隐之心的不是人，为什么？他没人性，哪有没人性的人？没有啊。话又说回来，你真的就像这厨房的油灯泡糊死了，哎，你就是非人，你就不是人了，你跟禽兽一样。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讲了四种心，告诉给我们，这是人自然本有的，人人都有。你可以做实验，这是科学实验，不需要任何仪器。人与生俱来具有这些心，啊，具有这样的本性，啊，它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再看这个犯人，你就都明白了。他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这叫是非之心。他一定要把它讲出来。为什么他不？他讲，他要不讲的话，他心里不安。这叫什么呢？不忍人之心，他心里不安呢。哎，他讲出来，他觉得，哎呀，真的是释然了，啊，放心了。他知道自己错了，他讲出来，这叫什么？羞恶之心，我错了，我忏悔。我们待会儿还要问他为什么要讲出来，他还有恻隐之心。为什么呢？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罪恶呀，影响到家里人，因果报应啊，啊，一人作恶，全家遭殃啊，他害怕殃及他人，恻隐之心出来了，人性恢复了，一套光盘，哎，都把他交出来了。那么这次我们给官员推荐《四库会要》里边的《日讲四书解义》，啊，专门讲给皇帝听的。讲什么？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说几句。此所以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则，人主欲法先亡。什么意思啊？就是现在你这皇帝啊，人主啊，你要是想学古圣先王，想做官的，想学好官员，是吧？苟非以
实心行实证，假如说你不是真心的啊，想去做这种哎行人证啊，你不是想真心去做啊，是吧？使天下之民无不十倍其责，不是让人民真得到好处啊，实受其责，虽有人心人文，亦何益哉呀？那清朝的说这个话，直臣呢，这是好大臣，就当着皇上这么讲啊，意思什么呢？你是听见了，啊，你是存着这个心，你不做呀，你不有没有这个实心行实证啊，你没有这个具体真正落实，又有什么好处呢？那意思就是我在这跟你讲半天，你不做呀，皇上啊，那不管用啊。清朝康熙年间就这么讲了，哎，所以皇帝天天受这个教育啊，听了之后他自己要生惭愧心的。盖恻隐非他，恻隐之心不是别的，是我们自性当中本来就有的慈爱之真，这个将来我们讲课的时候可以给大家讲啊，这是给皇帝讲的。那你说这个人你为什么当王了？因为你有圣德啊，你有不忍人之心，那些人他不水平不行，哎，稍微差一点的做宰相，再差一点的做百官，再差点往下排，一直到普通百姓，普通百姓都看着你不仁之人呢，什么原因？他为什么变成那样了？啊，无仁无义，什么原因呢？自然是因为嗜欲故弊呀，太贪心了，欲望太重了，是吧？思累蒙惑，意已不至，就像油灯泡一样啊，他的聪明是越来越少啊。什么原因呢？欲望太重，私心太重，这都是给皇帝上课时候讲的课本呢，啊，教材呀，啊。四者俱无，则人道已丧，自置其身于卑贱之地。天下有德无德的，哎，都可以去奴役他。这个话是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时候说的。你不是害怕亡国吗？害怕被别人驱使吗？你要做一个仁慈的人。仁慈的人特点是什么呢？不被外物所奴役。我们听了这个话，真受教育。现在你去看，有的那个市长，哎呦，见到那企业家，见到有钱的，哎呦，就差跪那儿了。你快给我投资吧，哎，你快给我这个投点钱吧。为他人所奴役啊，什么原因呢？嗜欲故弊，他被欲望遮蔽了内心，就是这个原因。太贪心了，欲望太重了，所以说今天很多人虽然位置很高，但是不尊贵。哎，他总是让人看不起，不受人尊敬，就是不贵不尊。仁则有安富尊荣之乐，不仁则有败亡戮辱之苦啊。哎，跟皇上讲这些话什么意思啊？哎，你要保持你的仁心，仁慈之心，不忍人之心，哎，无非欲立其志以自强而已。你要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叫这个。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啊，过去学圣贤教育，皇上带头啊，师父常讲，哎，他带着文武百官一起来学，过去的大臣们都讲这个，都学这个呀。所以说太平盛世，哎，自有原因的。哎，我们今天学到这儿，我们就看懂了为什么一个犯人啊，无恶不作的这么一个人啊，混世魔王吧，你看他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人性本善，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恢复人性，然后呢保持人性，终此一生，这就是教育全部的目的，不让他受污染，让他那个纯净纯善的本性一直这样延续下去，哎，不要受到污染。谁来保护？第一个就是国王大臣，哎，护国护法，让自己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哎，守土有责呀，哎，百姓就安居乐业。
用什么来指导呢？哎，群书治要里边的这些经典经师子圣贤教育。我觉得如果我能够活着出去这里最好，如果活不去，我也想不管怎么样，既然我做的事情，我就想把它说出来，然后让别人不要再去做了。然后那些管教民警就经常找我教育我嘛，又经常问我这些心得体会。我学弟子规，弟子规学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左右，我就把整本书背下来了。我没有什么学问，我读书读到三年级，三年级读了一个星期就没有读过。你用一个星期就把它背下来了？是。你能给我们背背吗？可以啊。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父母呼，应乎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慎成。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四岁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勿岁小，勿失常；苟失常，亲心伤。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你很小的时候要受这个教育，你不会到这儿来，不会被抓进来？是。如果我小时候能够，就是说，不要说小时候，假如说我能够理解到我父母，或者是能够想到他们，我就不会到今天这样。就是没人教。是。从来没听说过吧，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星期就把弟子规背下来了，没上过学的人啊，你现在怎么看传统文化弟子规这些东西？有时候看起来很难，就是有很多字啊我都不认识，但是我又觉得它很简单，就是说很明了。好东西是吧？是啊，觉得看一遍两遍三遍，我觉得这东西好像每一遍读都有不一样的味道。说实在的话，刚才这段采访是最打动我的。我坐在他的面前，朗朗上口他背弟子规。他怎么是个恶人呢？他哪里坏呢？你要说没有，那些罪行是他犯的。哎，你要说他是个恶人，你看看他，他现在有多好。他知道对不起父母了，知道爱别人了，这你怎么解释？他本来不应该是个恶人呐，是什么让他变成了杀人魔王？哎，没学圣贤教育。哎，是什么又让他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背弟子规的，哎，像仁人君子啊？什么呢？哎，学圣贤教育，就这么简单。关键在哪里呢？恢复了他的自信，恢复了他本善的人性，就在这个。所以这个录像，我们应该多放几遍。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父母呼，应乎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慎成。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四岁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勿岁小，勿失常；苟失常，亲心伤。太教育人了。他怎么了？他原来是这么好的，对，他本来就这么好，比这个还要好。那他怎么到这里来了呢？哎，自信被污染了，人性被污染了，就这样，被扭曲了。所以这个录像真的应该给他的父母家人好好看看。你真的是活生生把一个好孩子变成了一个恶魔。反过来，圣贤教育又能让一个恶魔，哎，变成一个仁人君子。
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光盘不但在联合国，而且能在各个国家的监狱里面去播放。我们希望大家都做这个实验，你们有本民族的经典呢，也可以用古圣先贤中国的这些经典也可以啊，是吧？它自性是相通的嘛。你们也做这个实验，看看翻译成你们的文字给犯人播放，效果是怎么样的？最好能够找当地的人和事来讲，那外国人讲，他毕竟不如本国人效果好。你看看效果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实验，这是天下太平的实验，这是人性本善的实验，和谐幸福的实验。你可以证明啊，亲自证明啊，我们这些古圣先贤的经典通通都没有版权，你看那后边都写着什么呢？欢迎翻印，欢迎流通，这是什么心量？凡是人皆需爱的心量啊！这《弟子规》里从小就教这个呀，跟西方观念确实不一样。他那个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他一定要追究你。我们这个是什么呢？普天之下，希望人人都受益。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没有了。所以我们看了这些录像，非常的感动人。他怎么就是这样的呢？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你没教他，他就变坏了。你一教他，他就这样了。很快两个月就变成这样。很多的犯人，我们待会儿还有很多采访，你们去看。确实都改变了，他不是一个人的，你能不相信吗？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说这是封建迷信，这是糟粕，我们这糟粕能救人？你那个先进发达，那毁了多少人呢？我们要讲道理啊，古圣先贤是最讲道理，分析入微啊。他怎么是迷信呢？一丝一毫是怎么回事？都是觉而不迷，而且坚定的相信，那是宇宙真理啊。口气，那经典上说的话，口气就那么坚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就这一句话，万古不变。孟夫子讲，吾恻隐之心非人也，这人变得不是人了，那就是信号。这四种心如果丧失了，那就是信号，说明这个人要坏，要出问题。整个社会这四种心不提倡了，不维护了，大家都没有了。管子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不读古书，不学圣人的教导，不知道人该是什么样子。这四种心人人本来就该有，你再看现在的社会，谁有啊？很少啊，人皆本无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社会出了大问题，该有的都没了，不该有的都来了，你就知道是教育出了问题，教育的方向、理论、方法出了大问题，都错了。一切都是为了欲望服务啊，为了争利服务，没有人讲道义了，仁义礼智不讲了，人心都被污染扭曲了。所以说看古书就知道现在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本来都该有的吗？怎么变得都没有了呢？这是最大的问题。师父老人家常常告诉我们啊，子不教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乱了，你就知道都是在教育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切身的体会呢？
哎，如果不是师父老人家把这些东西给我们讲出来，告诉给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一切的灾难，天灾也好，人祸也好，通通的根源就是两个字，教育。在教育上出问题了，不是别的地方啊，如果没有师父老人家，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还在黑暗中摸索。在中国，古人常讲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所以我们就感慨啊，天不生师父老人家，万古如长夜啊，这是实话。没有他老人家的指点教导，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那真叫求处无期啊。人、家庭、社会，普天之下都是一个道理，出没出问题就用圣人的这个标准啊，绝对不会错。哎，是不是对，是不是错，你去问问盲聋喑哑那些残疾人，他都有体会。他不认字，他看不见东西，听不到东西，但是他心里有感觉。哎，是不是幸福的，是不是正常的，他都有感觉。哎，你现在物质生活再丰富，人心不顺畅，他不舒服，哎，说不出来，为什么呢？没读古书，一读他都知道。人心骗不了啊，所以这个东西骗不了人，做不了假呀。你刚才说到害怕报应，你害怕什么报应？我有个女朋友嘛，然后她，我被抓的时候她怀孕了。害怕到报应到家里人是不是？是啊，还有我还有一个妹妹。你给我讲讲啊，你害怕什么啊，你的心里的想法。我就是我本来那时候我在想，然后现在就算是叫我去死我也觉得不会有什么感觉，然后我现在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挂念的可能就是我那个女朋友。就是你已经有孩子了？我不知道，我进来这里这么久，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生，我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情况，但是如果说是生了的话，我就不想，就是说以后有什么事，不是有个什么父债子还，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哎，父母做坏事孩子倒霉。哎，所以我不敢想，我觉得害怕，怕什么我不知道。还有我这个妹妹，我也怕，就是说连累到她或者怎么样，害怕他们遭到什么报应，或者是身体啊不健康啊或者怎么样。我宁愿自己承受这一切，我不愿意他们为我来承受。啊，刚才这个犯人讲了几句话，我们记得很清楚。头一个，为了我的家人和孩子，我宁愿去死都行。哎呀，这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这叫什么呢？父子有亲呢。师父老人家告诉我们，那个亲是天然的亲爱。有没有什么标准？有标准是什么呢？无条件的爱。哎，死都行，为自己的孩子家人，伟大的父爱。你看在这个犯人身上出来了，你能说这是勉强出来的吗？谁拿着枪逼着他这么说的？不是，自己说出来的。最后他说，我宁愿自己啊被枪毙死掉，我也不愿意哎家里人因为我而受到牵连。一个意思。哎，我们常常听过这个话，杀身成仁呢，宁可自己生命死掉，哎，我也不忍让他们受那些罪苦。这是从一个这样十恶不赦的罪人嘴里讲出来的，你能相信吗？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可以问问那些正常人，
或者是那些领导干部官员啊，你去问问他，你能不能为你父母去死啊，啊，去受苦受难呢？他不行，父母为他可以，尤其是现在80后90后，父母为我死行，我为他们不可能，都颠倒了。在这个犯人这儿，我们看到了正过来，跟古圣先贤跟历史上所教的完全一样，他恢复了人性。人为什么能够做到舍圣取义，杀慎成仁？他为什么能做到呢？他本有的那个人性就这么好，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为什么，人人都这样。你去看古圣先贤所做所说，史书上所记载的完全一样，这就是人性的光辉。千经万论六个字，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是什么意思？不是好坏的意思，是赞叹。我说太好了，善哉善哉，太好了，纯净纯善，就这么好。这次在这个，没想到在这个犯人身上做了这么个实验，还是这样，实验成功了。你能不相信吗？人是教得好的，为什么呢？他人性本善。我们这次不去采访，我们也不敢相信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什么原因？他说出来了，就是群书治要所罗列的经典里边，四书孟子里边所讲的，那四种心，人性本有，恻隐之心，不忍让家里人受这个苦，还有就是什么呢？恭敬之心，恭敬之心就是敬畏，他害怕。是非之心，他知道有因果报应。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迷信的，我们刚才一而再再而三给大家讲，这是自然规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怎么能说它是迷信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像唐太宗，像魏征，像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载入史册呀，你能说他们是糊涂人吗？他们靠迷信创造了大唐盛世吗？这讲得通吗？魏征在群书治要编成之后写了序言，看书之前先跟皇帝和大家要说这么一段话，头一句左史右史，记事记言，什么意思？这个历史那个历史，这个经典那个史书，记载这个记载那个，动辄十多万册呀，干嘛？什么意思？他说借所以昭德塞为，劝善惩恶，八个字，说到最后就四个字，劝善惩恶。我们这忙活半天干什么？陛下，我们干什么要做这个？劝善惩恶，就这四个字。为什么呢？善有善报，所以要劝他多做善事，劝善；恶有恶报，你要有灾难呢，所以要惩他，不要让他作恶。四个字，他是群书治要全部经义里边最核心。因果报应啊，你不怕吗？不怕，这四个字没必要，这部书没必要。同样你不怕，大唐盛世不可能，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像隋朝一样灭亡，他会像历朝历代那些亡国之君一样都灭掉，一个都跑不掉。这两条路你选吧，一个是恶的，一个是善的，这标准也不是圣贤定的，是自然规律。
所谓天道，所谓人道，你走哪一条路，一个是吉祥平安，一个是凶灾祸患。所以作为臣子费了这么大的劲，耗时这么久，这个书完成了，第一句话就说着开宗明义啊，告诉给后人，你为什么要读这个书，为什么要学它，让你分清善恶，因为这里边有因果报应。如果说没有因果报应，那你善恶分它干什么？有这个必要没有必要都行啊，啊，怎么胡作非为都没事啊，啊，那都是迷信的。我们大家可以问问自己，如果你是个官员，你是个省长、市长、县长，全世界哪一个地方的官员敢宣布说我们这儿不相信因果报应，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什么叫恶有恶报？犯罪得抓起来，做好事，哎，要鼓励。你这儿不这样啊？那全世界谁敢，哪个人谁敢去你那个地方啊？你那做坏事没人惩罚，不是恶有恶报啊？谁敢宣布这个说我这没有因果报应？讲不通嘛。那法律把人抓起来进监狱，那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恶有恶报吗？你怎么能说这是迷信呢？啊，那个人没抓进来，那是你失职啊，恶没有恶报啊。所以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天理呀。做善事就应该表扬鼓励，做恶事就应该惩罚他。你说这是迷信，那你不这么做，那你这不是违背天理吗？谁敢跟你靠近呢？你说你这是家里，你们这个家、啊、都跟这个相反的，都不信这一套，谁敢跟你们来往？谁敢嫁到你们家去？谁敢娶你们家的孩子？你就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啊。所以你不相信这些，你能不能拿出个理由来？你看到现在啊，我们各位观众看到现在，你能不能拿出个理由来？你说这个我不相信，这么好的东西我不相信，为什么？你有什么理由吗？我们今天张口闭口啊毁谤古人，攻击圣贤啊，说这些是糟粕，说这是迷信，实际上把自己害了啊。我们这一两百年的历史，我们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很好的反省，为什么把人都教成这样了？他们本来是好的嘛。任何一个正常人都知道，你要把这个坦白出来，很有可能会被枪毙啊。我知道啊。你想过没有？我想过。因为你杀过人，你坦白杀过人，贩毒，拐卖妇女卖淫，对不对？这都是死罪啊。是。你到底怎么想的把它坦白出来？我觉得如果在临死之前也可以做一件正义有意义的事也够了。你已经判了七年了，你可以不用说吧？啊，那你为什么还要说呢？但是如果我抱着那种心理去过那七年的话，我在这里从我进来到学传统文化以前，我没有睡过好觉。为什么呀？因为我心里不踏实，我害怕，我总害怕有人会说我，或者有人检举我。一直心里都恐惧担心。你觉得要是那样生活的话，还有可能也活不了多久，是吧？是啊，觉得那样很累，还不如放下，让自己轻松一点。另外就是害怕报应，是不是？是。群书治要头一部经典《易经》，明确地告诉给人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话传了多久了？我想三千年不止。
说明它是真理啊，如果它是错的，谁会传它呢？能传3000多年，这就是什么呢？因果报应。哎，父债子偿，确实如此。人明白这个，他就不敢作恶。父母和子女是一体的，人明白这个道理，这一家人他就有敬畏心。刚才我们听到，哎，这个在押犯一直讲害怕，心里不安。你要问这是什么原理，你说我也这样，我也是做了坏事，哎呦，心里不安得很，什么原因呢？还是那句话，人性本善，你心里边，你的自信里边本来没有这些邪恶的东西嘛。杀盗淫妄你去做了，贪污受贿你去做了恶事，它跟你的自信不相应，本来没有这东西，你往里一放那不安，啊，这是自然的反应，人人如此，古往今来都是这样。说出来了，哎，坦白了倒挺好了，我宁可死我也得把它说出来，太难受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听师父老人家讲经，师父告诉我们那句话，真理呀，邪不胜正，他再邪他胜不了正。什么是正呢？人性本善，这是正的。再大的污染，那些污染是自性里本无的，没有的，哎，一擦掉了，哎，人性本善一恢复它就出来，邪不胜正，这么个道理。人为什么会不安呢？那是邪受不了正的影响，他就会不安。啊，这你就听明白了。所以我们大家这就知道，做了坏事恶事不要怕，忏悔出来，把它讲出来。弟子规讲，唐掩饰增一故，啊，你有加罪上加罪，你就是不安上面加上不安，错误的。我们这些原理原则弄明白了，你说那个监狱的干警有那么累吗？很简单的，我们现在国内国外啊，现在投多少钱来改造犯人？难呐，太难了。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哎，那么你用这种善恶因果的报应的这种圣贤教导告诉给他，都好了。那个别不见效的，还是时间不够，饥饿太重太深，时间长它自然就好。东西方的圣者啊，东西方的圣人都承认因果是真理，是定律啊。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基督教的圣经里边说，那行不义的必受到不义的报应。伊斯兰教古兰经说，哎，凡是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造作的罪恶。古兰经。那儒家的就更多了，你看尚书里边也讲，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那自然之理嘛。说这人做了很多的恶事，哎，没有恶报不可能，时候未到，量变到质变，啊，时候一到一定会报。佛家讲贪婪报应是什么呢？哎，水灾，你就贪吧，大家一起贪，哎，海啸就来了。嗔恨感召的是火灾，火山喷发啊。愚痴感召的是风灾，傲慢的报应是地震，
大家都傲慢，谁也看不起谁，自私自利，哎，那是地震啊，人心邪恶，感召来的是疾病和瘟疫，穷奢极欲，浪费粮食，那肯定啊，哎，报应就是饥荒啊，没饭吃，绝对不会错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福祸无门，为人自招，你自作自受啊，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有什么不好呢？讲这些，你说我理解不了，理解不了，说明我们智慧还不够。话又说回来，理解不了，幸福平安你得到了，啊，科技你理解得了，哎，它给你带来的灾难你还得受着，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现在就是怀疑，要有信心。看到今天这个节目，无限的信心升起来了，绝对不怀疑。《弟子规》里边有没有因果报应？当然有啊！不亲人，无限害；小人近，百事坏。你不亲人，小人就来了。扬人恶，即是恶。哎，机智慎，祸且作，灾祸就来了。你扬人恶，这都是报应啊！闻欲恐，闻过心，知量事，见相亲。你听到批评了，你感到欢欣鼓舞，是吧？好人都来了。闻过怒，闻欲乐，你是这样一个人，哎，喜欢听表扬的，害怕批评的，结果是什么呢？损有来，益有去，这不就是讲报应吗？你能说这不对吗？你说你不相信，那不成愚痴糊涂人了吗？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犯人，哎，要扪心自问，官员，哎，普通人能不能做到？真心忏悔。我们看到了这些杀人犯，今天还是满脸都是黑气，但是他忏悔了，把原来他杀人的情节我们不知道，他主动的跟我们忏悔，就是他自首了，我们来帮他做材料。您是不是做警察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过？没有，我也没听说过，也没接触到这么明显的。两个月就给他改过来？一个晚上。今天说了，明天早上起来，整个脸色像面相都变了。啊，昨天还是满脸都是黑的，今天马上他就白了，而且发出金光来。哎，一看我就说，不对啊，你就这个，昨天一看就知道是个杀人犯，这个坏蛋。不知道他杀人，那就觉得是个坏蛋。但是今天你一看，这个不像是个坏蛋。忏悔之后马上就变了。对，那脸色马上就变了，而且他也跟我们也问他。喂，你说这个的话，你很麻烦的吧？你知不知道？有可能你会枪毙的吧？他说没关系了，我就想说出来了。哎，我看了那个以后啊，那个因果报应呢、啊，我死不要紧，不要因为我的恶业影响我的父母家庭，啊，老婆小孩兄弟姐妹，我愿意以我这一生，这个生命去偿还，但是不要影响到我的家人，这所有的恶念由我一人承担。哎，他马上就放下去。您说这个话，我估计很多社会上正常的人都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这个话来。我说的意思就是一个罪人，一个犯人，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对，他就说，我看了这个，从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学了以后，我受到了很深的震撼。如果早接触这个，我不应该会到这个地方来，我不会犯这个罪，甚至可能那个人他都不杀。哎。他说搞不好我都成好人了，成圣人了，不是在跑你这当犯罪分子。如果说啊，一个犯罪分子讲的话你不相信，警察说的话你总相信吧？警察都被感动了，让我们想起来群书治要里的一句话啊，那是论语里的，不教而行谓之虐啊，不教而杀谓之虐。什么意思啊？你没有教他，你就处罚他，他犯了罪你就把他杀掉，哎，那个叫虐待呀、啊！你为什么不教他呢？啊，你教给他，他在犯罪，死有余辜，他没受过这教育，他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真理，一切的基础都在教育上。教育什么呢？教育人道、天道这些自然规律，古圣先贤的教导。你再讲讲，
这个节目对你的影响？虽然我做了那么多坏事，但是我敢去承担它。别人不知道的我讲出来，我觉得能够，如果说能够帮到别人或者能够阻止到别人，可能就够了，就没有什么，反正那么多人，我都看到上面很多人讲自己的事啊，然后去拯救大家，也算是一种赎罪嘛。你有没有想过，你坦白出来之后，这么大的案件，因为警察现在一直在抓你啊，没想到是你啊，现在你说出来了，马上要把你提走，将来审判，最后把你判处死刑，要枪毙。你现在想一想，坦白出来之后，有没有后悔啊？没有，至少我从坦白那天开始，我睡的觉都很香，我过得很踏实。我脚踩的是地板上，我不是踩在空气上。你自己这回有体会了，就是人做了亏心事，做了恶事，走路都走不好，是不是？是。觉都睡不好。是。走路的感觉好像没有踏到地板，感觉飘的。生不如死，是吧？是。到现在不后悔？不后悔。现在传统文化节目还在看，是吧？是。你因为这个采访啊，很有可能将来比如说判处死刑的话，很有可能是你最后面对大众讲话，你想讲什么？不要去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吧。引以为戒。虽然我不是被人家说出来的，是我自己检举的，但是我走到这一步，我很后悔，我也很不愿意。假如说我能够理解到我父母，或者是能够想到他们，我就不会到今天这样。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坦白的，有可能还会从宽处理？应该不会。如果要是从宽处理的话，你希望怎么以后走一生啊？如果还有机会出去的话，我想我会回家。好久没回家，我想我会回家吧，应该会在家里待一辈子吧。如果以后这条命还能继续下去的话，要弘扬传统文化，要教个人学好啊！你要上台去讲课啊！我一定会。你这出来忏悔救了多少人？你能够感天动地，感动多少人？教育多少人？这是大好事啊！对你有专案组，是，没抓到，没抓到，公安部 A 级通缉犯。这回你坦白了。你最重要的这个原因讲出来，就是害怕因果报应，是不是？是。这个采访看到最后啊，我们真的是很受感动。原来这个人是抱着必死的心来做这个事，他说没想过会减刑啊，不枪毙，他没想过。他之所以这样做，良心发现，他还有人性吗？我死可以，不要让我父母家人受害，孝心出来了，从来不知道想过父母，现在知道了，一交俩月回来，这都是他自性里本有的，为了孩子，为了家人，为了父母，死都可以，孝心、慈心，自性里本有的都出来了。我们各位同学都看过《二十四史》，中国历史几千年的记载都在里面，那里边有很多伟大人物的传记，
忠臣传、荀立传、烈女传、孝子传，好像有一种传记没有。我是看到这个节目想起来，以后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学习圣贤教育的这么一个新时代，有一个什么新的传记出现呢？叫义囚传。因为现在犯人太多了，国内国外的这些犯人太多了，能不能把这些极恶的人，也就受污染极重的人，通过圣贤教育恢复他们的人性，他们所做所说所行还超过外边那些好人。义囚传，这个真正是盛世的证明啊！极恶的人，你看看，都变成了孝子义士，都变成了大的义士，忠臣孝子，那还了得？历史上没有过呀！义囚传，它可以说是记载了我们这个时代怎么转迷为悟、转恶向善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不失为一个时代的盛况的记载，那教育后人实在是一桩最好的记录。那科学实验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又想起了这部书，想到了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有理由相信，梁老先生如果今天还在，看到这个节目，他一定会说，这个世界会好，一定会好。你看，节目看到这里，我们就想问一句话，对圣贤教育，我们还要不要怀疑？在这个世界上，像这么恶的人，都能改过来，都能够变成好人。你还不相信人是能教得好的吗？你要不要做？要不要学？你那个地区、那个国家、所有的人民要不要学？这么恶的人都能教好，那何况好人呢？何况一般人呢？何况普通人呢？所以我们的信心由之升起啊，油然而生啊。那么在这个特别节目里面，我们还采访了很多官员。官员怎么不争名夺利了？怎么就绝不贪污了？你看一个小镇，大家怎么就和睦相处了？要离婚的不离了，已经离了复婚了，怎么做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试验证明给大家看。你能不相信吗？你能不做吗？没有理由吗？我们看完这个节目，总归一句话，什么感受呢？真管用。圣贤教育真管用。你见效了。不但是这个看守所的犯人呢，你看一个镇，甚至到县，这些官员百姓通通管用。你能不信吗？你能说他过时吗？你还说他是糟粕吗？我们希望这种实验推广到全世界，因为它是跟人性相通的嘛，人人都有人性，人人都会这样，都会喜欢，都会有巨大的改变。所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绝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它是全人类的瑰宝，它是人类的希望。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收看这个节目，能够弘扬古圣先贤的教导。我们相信21世纪是群书治要的世纪，这是师父老人家常说的一句话，绝对不是空话，能够实现，那这真是人类幸福和平美满的开始。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恭请各位肃立。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念中华先祖、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祈愿奉持经戒，洗心易行，国益秋聚，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恭祝您六时吉祥，道业早成，阿弥陀佛。